初级的命令哦。什么东西？你们要开打了？你们要这么拼命哦？哎，我是弩级，弩级亲卫队的第三号成员。弩级亲卫队是什么东西？你不要推我，我在跟你讲话，辛苦了。青年同盟也实行一任务，期待你的下次挑战。所以现在再进去就是二度挑战吗？集结点是在南海，这可是机密。南海，小心飞到一半把他踢下船，是不是？我可以开他的船吗？我已经做过训练了，我可以不要再训练了吗？我们可以直接到他的总部了吗？走这里，这里吗？这里可以吗？可以走吗？可是他的箭头一直叫我走那，好啦，我走箭头。他箭头叫我走那，我就走那。噔噔，呼呼呼，走这里。哎，他箭头叫我走这，我就走这里。蘑菇园在同盟基地那有一个我没拿，是不是？好，我们就走这里嘛。哎，走到他们的本部，能直接飞到本部吗？我不想打这些东西，而且我的哦，还以为我的派音不见了嘞。哎，他真驱了啊！胶囊发动真驱啊！一只小狗也发动真驱了，逃跑了，不打了，不打了！我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真驱上面。机密还跟人家说对。机密，我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啊！不要急，如果要提示我攻略的，一个一个来啊！不要急，我现在蘑菇园街道，那我们就蘑菇园街道跑完的时候，我们再讲下一个，好不好？啊，感谢大家提示我攻略，啊，我们慢慢来。哎，这代支线才玩得到，哎，这代的，哎，哦，我遇到这个嘞，这个听说有10万滴血。十万滴血，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打他了啦。十万滴要打到什么时候？十万滴耶，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十万滴耶，哎，走人走人走人，哎，没戳到，没戳到，哎，没戳到，哎，我们走，走我们的，哎，这里走不过去哦，卡住了。不要再戳我了，不要再戳了，好不好？哦，好多胶囊哦！要下，胶囊又发动真驱了！啊，逃跑，逃跑，逃跑！为什么胶囊又发动真驱了？真太邪恶了！这里的很多很多真驱，哎，嘿嘿，这么早就去看世界杯哦？现在才11点呢，12点才开踢嘛，看到12点再走啊。世界杯没这么早踢啊！哎，走这里，走这里，噔噔噔噔。哦，10万小意思，妞，拿法杖丢神圣，这一代也有神圣哦。哎，又真驱哦！哦，他又真驱哦，赶快逃跑，逃跑，逃跑，逃跑！都打带跑有没有？现在都要打带跑。打人顺便逃跑。跑跑跑，继续跑。噔噔噔噔噔，没有办法直接到他的总部吗？每一次到他的总部都要走这一段吗？有这么辛苦吗？一定要这样子吗？这个的配置盘我好像，我记得我有拿过，是不是？有一个在下面的嘛。哎，还没有，还没有，他还没有，还没有真驱，赶快砍，趁着他还没真驱。今天有世界杯，每天都有世界杯啊，每天都在踢啊，分组赛还没有结束之前，每天都有，每天都3场。好，真的就是这么长的路哦，这里我已经做过训练了。而且我记得我走到里面，啊！他发动真驱了，太晚了，太晚了。好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逃跑！竟然两个发动真驱，哎，他们是怎样？
跑跑跑，没抓到没抓到，狂暴的谁看的啦？还狂暴呢？哦，这一次世界杯的时间就是都是半夜啊，所以没看是很正常的。一堆狗，砍死你们！啊，又争取啊！一堆可恶的可恶的狗，要跑了又要跑了，打带跑，贯彻我们的打带跑。好了，走了走了走了，噔噔噔噔噔。可是中国连会内赛都没有踢耶，踢进去。少林足球，他连会内赛都踢不进去，可能要再练一下。不要再争区了啦！为什么他们这么快就发动争区了？到底有什么问题？这里的狗是怎样？这里的狗都发疯了，发神经病了，有没有？都害我只能打带跑。魔力提升，走啦，我走啦，你就继续提升吧，你。哎，来了来了，这里到了到了到了，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我们到了，上升。哦，有比较快咯。为什么没有世界杯可以看？不是每天都有吗？全世界都可以看哦。哎，他们在这里耶。哦，恭喜你完成任务，我早就完成了。青年走步，我早就完成了。我已经来过了。哎，来上来，到达总部了。总部是不是有东西可以拿？总部有东西可以拿，我要拿一下，看拿不拿得到。没有办法，我记得我上一次问了好多话，他们都不给我拿。哎，有剧情呢，有剧情，所以要来第二次是不是？来第二次他们才会给我。哦，飞了飞了飞了。嗯，进来了进来了，进到总部了。这里有一个存档点呢，先存着，先存下档。砸砸嘎特山。看一下这个，这个他你看啊，青年同盟的敌人很多，不能疏于防务，他们每一次都拿剑来砍我，搞得我很不舒服。来到这里面，这里面青年同盟。あのさ、ここって変な人多くない？这里是不是很多怪人？很多怪人呢、啊，那两个小孩就是怪人呢、啊，一直拿刀砍我，来历不明的人。発見したばかり。哎，珍贵的幻光球被偷了。泥棒同盟。小偷同盟。小偷同盟。あくまでごく少数です。瑞克好有趣哦。名手ヌージのもと新しいスピラを作ろうと頑張っています。頑張って。ただ名手が来るものは拒まずという方針ですので。所以就有很多阿萨布鲁的人嘛，对不对？残念なことです。对呀。もし。ユーナ様が青年同盟に加わってくだされば、又要拉拢我们了，他们又要拉拢我们了，又要拉拢我们，你看他又来砍我们了，哦，喂，来来来，跟你讲话，总部正在作战会议，请回吧，非常抱歉，哦，所以没有剧情了，魔熊哦，叫我非常抱歉，这个啦，这个跟就是说书男子嘛。ユーナ様、二年ぶりにお会いできたことを記念して、梅城要得有什么？でも良いですか？可以说几句话？可以啊，当然可以，请说，请说。この二年、まさに激動の日々でした。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ユーナ様が秦を倒し、さらに人々が日本人の欺瞞を。おお、もちろんですぞ。もちろんです。真実運動に加わった者たちは、加入真相运动的人们，就是我们嘛，我们就是幻光球猎人。それらに記録された映像を研究して、
スピラの研究幻光球的影像，史皮拉的真实样貌。スフィア探しが盛んになると、それをなりわいに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スフィアハンターです。これはピンからキリまでおりまして。不分男女老幼耶。ああ、若い連中の大半はただ冒険が楽しくてスフィアを探しとる。他一直都在说为什么要跳出这个画面。スピラの真実を解明するという意味を。越讲越远，画面越拉越远了。怪しいですか？怪しい、怪しいですな。十分可疑，为什么？さてさて。绿哥已经听到坐下来了。立役者はトレマと言いましてな。元はエボン寺院の総監だったそうで。早期他们有行在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想要探寻真相，因为生命随时受到威胁，所以就没有想要探寻真相。いやいや、確か一年ばかり前、トレマは突然新エボン島なる組織を設立しました。他每次都会问我是不是。真実運動のために各地から届けられたスフィアを。独占し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わ。独占了、欸、独占这些幻光球吗？スフィアを探した者たちが腹を立てるのも当然ですな。一体トレマの心に何が起きたものやら、ぜひ当人に聞いてみたいものですが。你想要问问别很多，这个老人似乎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新エボン島はスフィアを独占しましたが、意外にも。多くの支持を集めました。是因为新的那个吗？このモットーは緩やかな缓慢的变换。これが当たりました。跟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青年同盟组织不一样。不安を感じた人々の心を捉えたというわけですな。しかしやはりエボンという名前に不少人对野蓬感到反感。いません。そんな若者たちをまとめたのが、そう、青年同盟のリーダー、ヌージですな。ヌージです。ヌージはかつて討伐隊に所属し、死を恐れぬ戦いぶりで尊敬された人物。ヌージ参加过讨伐队，いつしか歴史に興味を持って、跟行队打那一场，他没有死。真実運動に身を投じましてな、スフィアを集めていたわけですが。それを新エボン島が独占してしまった。所以他就不爽，是不是？党のやり口に反発し、ヌージは若い仲間を集めて青年同盟を立ち上げたのですわ。青年同盟は主に若者からの支持を集め。可以跳过吗？哎，这里很重要哎，为什么要跳过？我觉得很棒哎。匹敵する組織となりました。組織が大きくなると。リーダーの仕事も倍増するようですな。おお、倍増。ムージと話したくて来たのですが、会議中とのことで門前払いです。你也吃了闭门羹，我们也是哎。つまらんの。我们也吃了闭门羹呢。青年同盟に集う若者たちを眺めていると、その若さがつくづく羨ましくなります。所以青年同盟就是要积极的改变。活力も時間も。现在只剩下，请放过我吧。それに引き換え、私なんぞは飽き飽きするほど快活腻了哎！好有趣哦！スピラを歩き回って知識を溜め込んでも知ったそばから忘れてしまいます。ここだけの話、自分の年もよく覚えとらんのですわ。他真的知道很多事情哎，很多故事。そうそう、もう一つよろしいですかな。说啊，请说。何でしょう？何でしょう？差し支えなければ。握手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です。想跟我们握手，为什么？神を倒してスピラを救ったその手に触れてみたいんです。那有什么问题？那有什么问题？请握，请握。哦，すみませんな。这是我前往异界最佳的礼物。良い土産となります。你要死了吗？不会吧？不要讲的好像要死一样。どうかしましたか？どうかしました？怎么了？怎么？怎么了？いえいえ、何でもありゃしません。还有秘密。ユーナ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还有秘密。你有什么秘密？語って、请饶了我吧。つまらんの。つまない、我都已经听过一轮了。
我都已经听过一轮了，都被观众抱怨了。